今天早上呢，发生严重火灾呀，看到没有？
泼了两个小时了嘛。哦，应该很快了。你赶着上班去啊？没有。哦，你不是想坐地铁是吗？哎，看大火，看着火，看着火。假如订阅多的话，有就是有。小心点，不要淋到他。没有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对。没关系，这个坏的可以退的。对对对。退回去，坏了。没有了，念旧。早上很早就，哇，无人机下来了。哦，无人机拍的行。它的无人机好大哦，你看。这是警察的无人机，好大的无人机啊！它的无人机非常大哦，不一样的啊。这是那种啊，警察中的这种。东东宝来这里了，你看，哇，够夸张，好臭啊！嗯，我刚才开车来的时候，在那个海北已经闻到味道了，在高速公路，这是苹果吗？你没有 YouTube 吗？没有啊。下雨啊，下好大雨啊。那个王吗？啊，妙丽蒂，好啊。我很多视频都是吃吃喝喝的。很多人在这里等车。现在在下雨啊，所以不能走动。我没有拿雨伞。这里是侧面罗斯福大道。起码来了好几百个消防员啊，你看，对呀，在缅甸啊，现在还烧着呢，烧了两个小时了，你看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云梯，你看啊。两个小时了，消防员都在这里休息喝咖啡了，应该没有人。还有黑烟呢，证明还没有，还在燃烧。几点开始啊？几点开始啊？几点？啊？我哋七点到啦。你哋未翻工又系？嗰时未翻工。有啲话六点几就开始烧啦。
就两个钟了，都没救完啊！呢场火真系好紧要大喎、啊。系咯，得几严重啊？系啊，几严重啊！看到你没有？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。自己，你在吗？我在，我在。啊，这是你，这是我的频道。没有啊，哦，有，很久了。这是，我在这边。现在没有，雨没有这么大了。大陆啊 ，Melody 最近不能去啊。对呀、啊，汉堡王就在隔壁啊。这次看到最严重的火灾在缅街中心，第一次看到。又下大雨。9:47，现在是9:47哦。今天早上，刚才我稳定器已经坏掉了，稳定器泡。下雨啊，我去不了。这下好大雨啊，外面。我的稳定器都坏掉了，而且还下着大雨。我专门去看看。现在有点抖啊，因为我的稳定器已经坏掉了。稳定器啊，坏掉了，稳定器。我3个小时还没有过好啊。
天只要坐。哇，地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哇，这个平安保险也有麻烦了，加和堂。对，会有点卡的。到前面去看看。好像应该差不多了。对呀。早上可能250个嘛，现在可能超过了吧，现在满街都是啊，比我们的观众还多啊，还有警察什么的。对面是美丽，对面是新世界商场。谢谢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这么大阵仗的，你看拿的车都走了，是不是希望可以打开开门？好像要等一阵子吧，因为还在洒水啊。这里还有两架云梯在后面呢。但是中国人还是戴口罩的。啊，又堵，刚才又卡了一下。你看，很多人在等地铁。哇，走了几圈没有找到，最后叫车回家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了。很清楚是吧？谢谢小马。很多主播在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对，提前一个，如果坐地铁的话，提前坐巴士我不知道，坐七号车的话，提前一个证下来就是了。很多直播在这里直播啊，那我过去看一下。都在等着坐地铁的，你看一大堆人。
哇，都烧塌了，美东，美东啊，房顶都没有了，不给过去了。啊，那我过去，过去迪亚，到那迪亚不能去啊，不能过去，过去不能往前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火灾。对啊，造成空壳子了，就在前面嘛。因为我不能往前走啊，可以往前走就比较清楚。都等着坐地铁的，没办法。地铁下面也泡水了，不太清楚有没有，还在冒烟呢、啊，彻底烧毁了美东。哦，新世界没有，新世界在对面呢、啊。这还好，商场彻底烧毁了。他开门了，但是我不能往前走啊，不能往缅街走啊。第二开了，他有拦住嘛，可以进第二，但是不能走到外面去。哈哈，是不是买个充电宝？买个充电宝也不能，也是空的，没电啊，还是要充电啊。看起来快扑灭了吧。本来就是都是等着坐地铁的，没地铁坐，今天可能上班也够呛了。
讲广东话。他有说几点可以搭吗？没有，你去 London Blow 啊，有 shuttle bus， 有巴士可以搭，对不对？有巴士，然后第一个他就会载你到下一个地铁站。哦，你说往前吗？就是，不是往这边，对不对？啊，别问蛋蛋。现在没雨了，好一点了。没东没有啊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OK。在洒水呀。旁边哪一家？上回嘛，没钱的时候，你看，在前面上面很多消防车，在那个一直排到那个政府那边去了。还可以，不太冷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过。哎，哈哈哈哈！哎 ，Hello，OK，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Miss。Keep this wild lady under control. Yeah, keep safe. Have a couple guys. Yeah,长岛火车还是有运行的，没有关闭，因为它在上面呢，地铁是在下面，地铁下面可能泡水了。
现在好像有点冷了，早上没有这么冷。戴着眼镜都懵懵懂懂了。这条火灾实在是烧得厉害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里的美东商场跟前面是串通的，刚才前面在缅甸已经烧过来，全烧毁了，没有了，整个美东烧没了，所以转过来的吧。几点钟开始烧的？早上6点。6点。6:50吧，真错。6:10是50分，不太清楚。这么久？啊？现在要11:00。所以烧了4个小时了。你看的，看到没顶了是吧？光了。没有顶了。已经光了嘛？对，没有顶了。谢谢，赶紧去。洗澡，谢谢你啊！全部烧完，对，这家伙烧得厉害啊！啊？可能是。现在有点冷了，外面刚才早上还没这么冷。老乡，你没有在缅甸吗？你没有住在法拉盛吗？这栋楼呢是在缅甸可以穿过罗斯福大道，所以整个美东商场都烧完了，所以火灾不是开玩笑的哦，烧起来难以控制啊。哦，你现在在上班 ，OK。那赶紧洗个澡，休息一下吧。走过来坐地铁穿是，又穿那件薄衣。现在好像有点冷了、哦。
看起来快结束了，好了，我们视频今天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电话也没电了。